Yes, ooh.
姐妹们平安。在昨天来教会之前呢，我听到新召教会的一个姐妹的一个见证。她是一个妈妈，然后有一个先生和一个孩子。她在她的一个小组当中做了一个见证，然后呢她去拿一个医生的报告，那个医生呢就告诉她，她中了第四期的乳癌 ，OK， 所以在那个他的孩子就跟他说：“妈妈，你是不是要死了？”然后他的先生呢是一个很相信基督、很相信神的话语的人，所以他的老公就回复他的老婆说：“你已经健康了。”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也领受这个治疗。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医生护士给了他很重的这个止痛药，但是他一点都不需要用到。他的见证当中，他分享在他的这个领受神的医治的时候，他一点都没有痛。到八年后他再去拿他的报告的时候，医生告诉他，在他的身上完全一个癌细胞都没有了，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主。我要告诉这个耶稣的医治临到每一个人。今天我要带领大家一起来领受这个神的祝福。在这个领圣餐的当中，我希望你们看到四个重点：第一是神的爱，第二这个约，第三每逢，和第四因信得生。我们一起来读这个哥林多前书11:24-25，24节，注谢了就说：“揭开，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耶稣。”
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耶稣。如果没有耶稣的爱，神的爱，今天他不会上那个十字架，对吗？所以在每一次你软弱的时候，你都要记得看见神爱你，你是神的孩子。在这个夜当中，当我在查找这个圣经注解，里面有讲到它是一个 contract， 对吗？容易来讲，对生意人来讲，它 contract 你就会明白，但是如果你没有做生意的人，什么来的？可能你们有听过遗嘱，对吗？一个人要离开之前，他爱他的孩子，他留下了这一个遗，要给他，他的爱要留下给他的孩子。所以这一个领圣餐就是神对我们的爱，神留下了这个给我们，让我们晓得每一次他知道我们会软弱，他知道我们在这个世上会有需要。有时候你说我信主了不是永远健康吗？是的，你在主里永远健康，但是你的身体在这个世上你会面对，突然间你明天不知道什么事，你的生意可能你有缺乏，可能你工作你看不到希望，但是神今天要告诉你，你是被他所爱的，他要供应你的一切，他要医治你，祝福你。在你看到这个每逢的时候，其实他是在讲时常。为什么我们要时常领这个圣餐呢？每一次牧师说医生叫你每一天吃药你都吃，为什么神叫我们时常领你还觉得好像不敢领，不需要领？但是其实你不需要管你的另外一个想法是什么，或者别人的说法是什么，你要记得来领受这个圣餐，就好像这一个神所留给我们的遗嘱一样。在世上遗嘱领一次就完了的，但是在神的供应里你领不完的，阿们，你是领不完的。你每一次来领的时候，你的身体被修复，因为你是因信得生，得称为义的，你的身体是被神所修复的。每一次你领的时候，你的身体就再次的被修复，你会越来越健康，你会越来越蒙福。纪念耶稣不是叫我们纪念你的成功或失败，是纪念耶稣的恩典和恩惠，不是纪念你的悲观，你的悲伤，你的伤心，还是你的快乐，而是纪念耶稣的喜乐和平安。不是纪念你做错了什么，你得罪了谁，而是纪念耶稣已经宽恕了你，饶恕了你。不是纪念你是否贫困或者是富足，乃是纪念神一直在供应你，神的丰富是无限的。不是纪念你今天有没有病，你哪里痛，而是纪念耶稣已经医治了你，耶稣已经拯救了你。让我们一起来准备领这个圣餐。我们一起拿起这个饼，这个饼预表着耶稣的身体，耶稣所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得了健康。吃了这个饼，你就会得健康的身体。我们一起领。我们一起拿起这个杯，这个杯代表着耶稣为我们所流的宝血，它使我们得洁净，得圣洁，它赦免了我们。喝了这个杯，会有耶稣的生命和能力。我们一起来领。我们一起来祷告。
爸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我们得着你一切的祝福，因为你耶稣我们得着你的公义这份礼物。主啊，谢谢你的神圣的交换，使得我们今天得称为义，得着你的医治，得着你的健康，得着你的供应，得着关系被修复。主，我们赞美你，主，我们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阿爸父。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那么、接下来我们是要今天分享的信息呢，就是、打破这个不幸的循环。我曾经分享过这个打破不幸的循环，第一、哦、那么今天我要分享第二，其实也差不多、经文是同样的，但是呢，这今天特别要分享的还是在 Indianapolis 的信息，就是在阁楼里面发生的。你还记得吗？当牧师在分享这个阁楼信息的时候呢，圣经里面有很多的阁楼、okay? 当然很多的阁楼里面他们都发生了一些很精彩的事情、哦、包括主耶稣在这个、晚餐的阁楼，最后的晚餐阁楼里面呢，他讲述的很多很多、的一个重要的一些教导和一些真理。那么今天我们特别又来看回、在保罗的这个、特罗亚的，去到一个特罗亚这个地方，他在这个阁楼里面呢，他也发生了一件、我们、曾经牧师也跟你们分享过，但是今天又从另外一个角度呢，让你们去、明白在阁楼里面呢、神能够使一切的死亡绝望 的事情呢、能够恢复一个生气勃勃的一个现象，好不好？所以我们一起、来、特别今天的信息呢，是针对，当然针对那些绝望的人、还有针对那些特别是青少年人、okay? 特别是青少年人。所以、我相信呢，这一代里面呢、我们等下会来分享，我们看圣经里面，好不好？我们看圣经，在、这个使徒行传的，我们一起来读使徒行传的第20章6到12节、就是发生在保罗来到一个、特罗亚的这个地方。好，我们一起来读1、2、3。至于我们过了除酵节才从腓立比开船，然后5天后到特罗亚，他们那里逗留了几天呢？7天。那么礼拜日，就好像今天这样礼拜日、那么我们聚会掰饼的时候，你看到吗？这个保罗、他们每一次聚会的时候呢，他们都在做一样事情，做什么呢？掰饼，就是在掰饼。掰饼的时候 ，OK， 就是在掰饼的时候。那么保罗就对大家什么讲到？因他第二天呢，他因第二天就要起行，就一直讲到多久呢？讲到半夜。所以以前的讲道是很久的，你看。现在我们讲到不久，我们讲到40分钟，你就看手表了，哇，还没完呢、怎么这样长期的？哎呦，怎么这样长期？所以我们会这样的哦。所以你看保罗，我们要倒回初代教会呢，他们是这样的。所以我们都讲了讲，我们的 Alan 牧师讲到很长，我都还嫌他短了咯、他还没有像保罗这样哦。所以越长的，我觉得、那个的吸收力会越好哦。当然啦，我们知道我们讲道学哈、里面学的就是、一个人要专注你呢大概20分钟这样、20分钟他们就不会专注你，因为他们眼睛已经累了 OK 听，而且那些20分钟如果你是站在好像木头这样的更累 OK。 所以为什么你看我们讲到走来走去、本来要到20分钟了、那个注意点 要突然间 要 stop 了，突然间你又走一下，他又倒退18分钟，然后还给你2分钟，所以你懂那意思吗？所以为什么要走来走去？这样，这个就是在演讲学里面呢、我们需要跟会众的一个互动。所以他这里告诉我们呢，因为第二天他就要起行，他就一直讲到半夜。他说我们的聚会的那座楼上又在发生在这个楼上的一个故事、有许多的灯火，牧师讲过了，这个灯火代表神的话语、所以这个楼上呢一定要有灯火，就好像这个楼上这个阁楼里面一定要有神的话语一样。他说就有一个少年人，所以特别强调有一个少年人，有一个少年人，跟我一起说有一个少年人 OK。 他的名叫油推古，牧师也分享过这个油推古。油推古的意思是什么呢？油推古的意思不是油拿来推古 OK。 油推古的意思就是、希腊的原文里面就是幸运或者是成功的意思、你要记得啊，幸运或者是成功的意思。他就坐在窗台上，然后呢因为保罗讲得很长、他讲得很长，保罗讲道讲很长，然后呢他就怎么样，圣经说他就困倦了，沉沉的睡着了，那么就从3楼怎样呢跌下来、然后把他扶起来的时候呢，把他扶起来的时候，圣经已经给我们一个明确的一个事实，他已经什么，他已经死了、他已经死了。然后保罗走下去，
伏在他的身上，把他抱住说，你们不要惊慌，他还活着。你听好啊，你看保罗的态度。今天我们不要说一个人从三楼跌下来了，一个人现在从椅子跌下来，我们全部都惊慌，对不对？你不要说三楼跌下来，今天你一个人砰突然间从椅子跌下来，我看我都停止讲到，哎，什么事情什么事情，我们一起说叫 ambulance 啊，叫什么叫什么，对不对？保罗没有，保罗说不要惊慌，然后附在他身上抱着他，然后说还说什么呢？保罗说什么？他还活着哦，圣经说他死了，但是保罗说他还活着。你看保罗的那个思维就是不一样。 OK， 然后呢过后他讲什么？过后他说，哎，我们散会了吧，因为有事情发生了。没有，保罗说什么？我们继续回到楼上继续掰饼哦，刚才掰了一次，对不对？现在又在掰饼哦，又在吃灵圣餐，所以又讲了很久，直到天亮才走。那么他们把活着的孩子怎么样也带走，所以得到很大的安慰。所以在这件事情上，我们从这个阁楼里面所发生的事情呢，让我们明白有一个人叫做尤推古年轻人，那么他的意思就是幸运或者是成功的意思。那么从这段的经文也让我们对比现在的教会啊，怎样说呢？这件事凸显当初初期教会跟现在教会的一个对比。所以其实呢我们已经失去了很多的幸运和成功了。我的意思说，如果是尤推古是代表年轻人的话呢，我们已经失去了这个幸运跟成功，对比跟初期教会不一样的。因为我们发觉到我们这一代呢，他们充满了迷茫，甚至呢偏离了一些保罗的教导。那么保罗的教导我们都知道，在整个恩典福音的奠基呢，都是在保罗的教导的里面。所以尽管现在的年轻人呢，我们会获得很多的这个知这些技术这些的资讯但是你发觉到他们并不快乐的。现在的年轻人跟我们以前年轻人不一样。我们以前年轻人，你问阿叔看哦，我跟阿叔我们去 KL 说，我们说我们那个年代很 simple life 的，你明白吗？我们可以抓一天时间去在小溪里面玩或者是抓小帕湖这样，我们都很开心的。现在人好像没有了，他没有那个乐趣的，你明白吗？整天是对着那个平板而已。所以我发觉到呢，现在的虽然他们得的资讯比我们更好，他们拥有的技术比我们更佳，但是呢他们的这个心理的素质呢没有我们那么好。你会发觉到现在的小孩子骂两句眼泪就流了我们以前被老师追着，被爸爸追着打，从大街小巷追着打，我们都没有什么了，回来还是一条好汉。现在老师一打一下回去拱背了，明天妈妈就站在学校门口了。所以我们就好像一个现在的一个情况，就好像温室里的一个草莓，我们破不了，我们也是经历不了这些大风大浪，所以变成呢，许多年轻人呢就感到孤立，感到绝望在面临特别在忧郁的问题上呢他们很大的程度呢都陷入了这个情况既研究发现了，我去上网设想，忧郁症呢现在呢，它侵袭的其实不是成年人他清晰的很多很多都是青少年的 ，OK， 所以我们真的要为我们下一代来祷告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有一个少年人，他名叫尤推古，他坐在哪里？坐在哪里？窗台上。你知道吗？当他坐在窗台上的时候，他肯定望向外面的，因为里面讲太久了。保罗讲太久了，对不对？他可能心不在焉，他就望向外面，意思是告诉我们什么？描述。我们年轻一代呢，他们正在向外面寻求答案，他们正在向世界寻找乐趣，他们正在向世界找那个生命的一个源头。所以呢，尽管这个世界呢充满乐趣，但是这个世界我们都知道提供不了答案 ，OK？ 所以只有主耶稣能够满足所以主耶稣说：“我必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到什么更丰盛的生命。”所以。我们今天需要的就是身为父母的或者是在绝望的人群里面，我们要帮助他们找到这个盼望是很重要的。所以圣经说，若有人赚了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又有什么益处呢？人能够用什么来赢取赚取这个生命呢？即使你的孩子能够成为一个伟大的企业家或者成功人士都好，如果他们没有重生的话，那么他们的生命也是迷茫的所以我在座的，我要希望跟父母来今天特别要谈
啊，关于这些我们怎样的来带领我们的孩子呢进入上帝的一个国度里面、哦、我们的孩子是神的宝贝来的、哦、你一定要记住我们的孩子是神的宝贝，神真的希望他们坚强喜乐健康平安的成长生活。那么今天呢，牧师要讲三个不同的例子，都发生在这个阁楼上，好不好？那么这个是其中一个阁楼，等一下我们再看两个阁楼。第一点呢，我要告诉你们，就是用神的公义呢和恩典呢拥抱你的孩子，或者是拥抱那些绝望的人。听清楚啊，用神的公义和恩典呢拥抱你的孩子，或者是那些绝望的人、哦、所以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发现当油推骨它跌下去的时候，当油推骨从三楼的窗户里面跌下去的时候，你要知道、哦、我们都知道这个阁楼里面它发生一个神迹、okay? 它发生一个神迹。那这个神迹里面呢是如何的发生呢？圣经告诉我们，当油推骨跌下去的时候死了哦。然后呢保罗走下去呢，他做了一件事情，我们一起来看保罗做什么。保罗做下去做了什么？他说保罗就下去，对不对？附在他哪里？他的身上。然后过后他怎样？保罗怎样抱住他？保罗抱住他说不要惊慌，你们不要惊慌，他还活着，就回到楼上掰饼吃了，又讲了很久，直到天亮才走。他们把活着的孩子也带走，得到很大的安慰。所以在从这段经文里面给我们明白一件事情，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如果遇到绝望的事情，我们要倒回保罗怎么样使那个绝望，死亡是不是一个绝望？请问死亡是不是一个绝望？它是一个绝望来的。那么如何使绝望呢成为一个盼望？如何使没有路呢能够找到一条的出路呢？当然我们都知道，从这段经文里面保罗做了什么？请问保罗对这个孩子做了什么？在这件事情上保罗做了什么？抱，对不对啊？抱。还有呢？掰饼。保罗继续的掰饼。所以意思说，当油推骨跌下来死了之后呢，保罗第一个反应就是什么啊？拥抱他。保罗第一个反应就拥抱他。 这也展示到以恩典的方式呢拥抱的一个重要性。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明白，今天我们要打破这个不幸的循环，我们一定要在保罗的启示里面，你懂吗？一定要在保那么保罗的启示是什么呢？刚才牧师已经有提示了，什么是保罗的教导的启示？你们在什么教会？ James 什么教会？讲什么？讲什么的教会？恩典。讲恩典的教会，对不对？整个保罗的启示就是什么？恩典的福音。那么恩典的福音 的利基在于什么？主耶稣完成的工作。阿们。就好像刚才我们的一万姐妹讲的，主耶稣完成的工作。刚才我们一万姐妹讲的很不错啊，感谢主啊！第一次上台就有这样的成绩啊，感谢主。那么我相信他们真的是领受很大的关于圣餐。我上次不是说吗？阿叔在经验的时候，然后一万叫我说啊，等啊，我们一起领圣餐，然后他没有打电话来，其实他里面有很大的见证的。就是阿叔当天晚上第一天进的时候睡不着觉，对吗？是吧？然后因为隔壁，因为他很敏感的，人家大声一点小声一点他也不能睡的。然后他说那一天哦，当他以往跟他领圣餐之后呢，哇，他睡得非常的香甜，非常的香甜。所以你看到吗？你不能睡觉其实也可以领圣餐的，你不用吃安眠药了。 OK 啊，因为主耶稣说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但是呢他为你能够入眠。所以在十字架耶稣成就一切，好不好？所以整个的恩典的福音里面呢，他在告诉我们什么？他在告诉我们耶稣在十字架所完成的工作。所以作为父母呢，我们可以常常的拥抱我们的孩子，并且提醒他们在基督耶稣里面真实的身份，因为你已经被称为义了。所以在哥林多后书的五章二十一节说什么？我们一起来看，一二三。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所以弟兄姐妹， 你知道吗？当保罗使这个油推骨复活，他其实真正的这个拥抱的意思呢，就是你以恩典的胸怀呢去拥抱这个绝望或者是已经死了的人。但是当你拥抱的时候，我告诉你，神迹就发生了。因为在拥抱里面，我们在告诉对方，其实神是爱你的，你已经被神所
接纳的。你知道吗？当我们拥抱一个人，其实当我们拥抱一个人的时候呢，研究表明啊，当我们拥抱一个人的时候，会释放一种叫做催产素。你去网上设它催产的催，催生的催啊，催产生产的产，那个素催产素呢，它会使人体呢释放一种的修复心脏的一个功能，或者是让一些愤怒啊不安的情绪啊得以平复的。所以你会看见哦，来我做一个示范哦，我们请林牧师来一下。林牧师是很温柔的一个人呐、啊。所以我让他表露生气的话呢，我要表露他，你会表露生气吗？不会，你下去，不会你下去，不用紧，不，他做不了那个生气的 pattern 的，你要明白吗？他做不了，我知道有一个人可以做，我们的执事可以做，不然可以做。来，你上来，上，他可以做生气的，你做生气的 pattern。啊，你就说你要跟人家打架，你要跟人家打架，你要跟不要生着我，你要对他们，你要跟他打架，你跟人家打架，啊，对方是要打你的，所以当你生气的时候 ，OK， 你做那个啊这样的 pattern。所以当我们拥抱他的时候啊，你看当我们拥抱他的时候，他会产生一个催产素的，这个催产素会抚平他的那个愤怒的心，会抚平他的那个部分，会抚平他的心。你知道一个人生气，他的心脏都噗噗噗噗噗噗很跳的。但是当你拥抱着他的时候呢，他会把整个的那个心脏的跳动的怎么样降下来。所以他本来很生气，但是你看过一些打架的时候，我们一直在拥抱，其实他这个是有作用的，明白吗？他爽没有？所以他生气的时候，当我们这样拥抱他的时候呢，是不一样的，明白吗？谢谢 ，Thank you，Thank you。所以当你会看到一个人生气的时候，当我们拥抱他的时候，他会释放一个催产素，这个催产素会使一个人心跳噗噗噗，因为生气的时候我们心跳很快，但是当你拥抱的时候，哇，这个催产素会在你的体内怎么样 把整个心脏这样就平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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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你的愤怒的情绪呢就怎么样就被解除了。然后拥抱，我刚才讲拥抱为什么呢？拥抱其实他正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无论你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但是你永远是被爱的。阿们。弟兄姐妹，我要让你明白，身为牧师我们会做错的， OK， 牧师会做错，牧师不是圣人， OK， 我真的如果我在行为言语真的有得罪你们，我在这里我向你们说声真的对不起， OK， 牧师不是一个完全的人。所以我很感谢主，我们上几天啊，我们只是有一起开会，然后我们就彼此的拥抱，你知道吗？当拥抱的时候呢，神就做奇妙的工作，神会做恢复的工作的。OK， 刚才我说的，当我们拥抱一个人的时候呢，我们正在告诉他们你是被爱，你是被接纳的。OK， 我们不要活在彼此定罪和控告里面，我们要活在一个在神里面，让我们在爱中继续的成长。可能你会觉得，哎，拥抱对我来说很不习惯，但是我还是觉得这个拥抱呢会带来很大的帮助。所以我不要再听到什么牧师跟什么执事不合，没教会要往这个我们说合一或者是建堂都好，我们不要有这样的声音在教会出现，阿们吗？我们都能够同心合一，没有什么事情让我们不能够放下走在一起的。 OK， 如果真的牧师做错，可能在原理上你觉得牧师攻击你，或者是在一些行为上牧师做的不对在这里真的牧师向你说声对不起，可以吗？可以连到牧师吗？所以很多时候呢，当我们继续的往前走的时候呢， 我相信神会给我们一个所谓的一个引导，一个开路。 OK， 不要给魔鬼留地步在我们的关系上所以我觉得拥抱像保罗所说的，虽然这个油腿骨死了，但是保罗做第一件事情他就是拥抱他。你知道拥抱带来那个力量有多么的强大，拥抱可以使破碎的关系呢得以修复，拥抱可以使愤怒的情绪呢可以得到平复，拥抱呢可以使绝望的事情呢得以看到盼望。阿们。所以拥抱的时候常常在提醒我们一件事情，我们是被爱的，我们是被接纳的，因为神使那无罪的代替我们
有罪的，好叫我们在他里面呢永远称为神的义，好不好？弟兄姐妹，可能在拥抱的过程里面，你会觉得哎呀 很不适应，哎呀，男人老狗，哎呦，男人这样。但是你，我要你知道啊，你这一个拥抱可能对对方来说是非常重要。你知道吗？在我来到这个教会，我还记得我们以前是在 BM 的 Billion 的后面，在南美园。那时候我们人数不多了，那时候我们20多个人，然后我是常常坐在后面的。为什么我坐在后面呢？因为聚会的时候走得比较快，我 不想跟人家讲话， OK， 就走得比较快。因为从来，因为从小失去父亲，被拒绝，甚至被人家赶，所以那个伤痛，我觉得没有人能够去关心的。但是感谢主，来到这教会里面，我是坐在后面，我不想跟人家有任何的一个互动。然后突然间有一次的时候，那个领唱的就唱一首歌，叫做《耶稣爱你》，OK。然后那个领唱就鼓励说：“你们走。”就是在教会里面走动，找一个人然后握手，然后对他说：“耶稣爱你，耶稣爱你。”你知道吗？就有一个姐妹跟一个弟兄，然后就跑在我面前哦，他抱着我，跟我握着手说：“耶稣爱你。”我告诉你，那个时候，那个，虽然他可能不知道他的这个握手对我来说是怎么重要，可能他觉得哎呀，只是一个敷衍啊 ，OK 啊，领唱叫我们这样做，我们就这样做。但是你知道，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对我来说是意义重大的。就是因为那个拥抱，我留到现在。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我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 ，OK 啊。但是当我们拥抱的时候，像保罗的教导，当我们以恩典去拥抱一个人的时候，再告诉他们说：“哎，你是被爱了。”阿门。你在神里面永远称为义的，你是被接纳的 ，OK？ 虽然很多人抛弃你、离弃你，但是我没有放弃你，阿们。当你代表神，你在义表神。等下我会告诉你，为什么说你这个人在义表的神在这个末世里面做这些事情。很多时候我们在做的时候我们不明白，但是你若干年后你听起来，哇，原来那时候我只是不经意的一个握手，对方却领受了如此的大，就是因为我们的不经意的一个举动，在神的 anointing 之下，恩膏里面呢，它会散发出一种的能力。阿们，可以吗？所以啊，弟兄姐妹，我们真不要再流传说啊，教会啊，牧师跟执事不合，没有这样的事情了啊，明白吗？因为教会要往前走，我们不要让撒旦留破口在我们的关系里面。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这个教会走不远了 ，OK， 牧师也走不远了。懂吗 ？OK， 所以从今天开始，跟我一起做1、2、3。如果你听到有关牧师跟执事不合，你也告诉他，好不好？感谢主。所以我们要止住这个破口，没有的话，这个破口会越来越大。Amen。好，刚才我讲的就是。用公义跟恩典拥抱我们的孩子，所以我们的孩子，我们常常，我们特别是我们华人的传统观念 ，OK， 特别是我们华人哈，我们华人，我们对一些拥抱是很生疏的，我们觉得哎呦，为什么拥抱？你看洋人就 OK 哈，西方的教育，我们东方教育我们不善于这些，但是不要被东方西方来限制。你今天回去，如果你孩子没有在当中，你今天回去你抱他一下，他还突然间感觉，哎，怎么这样不一样？OK， 或者是你回去抱抱你爸爸妈妈，会他们感觉到不一样的。虽然他们哎呦买你惯了，但是他们里面很爽的，你知道吗？他们真的很爽的。你不相信，等下做父母的、做孩子，你回去抱你父母看，他们很不一样的。他们觉得哇，我的孩子长大了。就小孩子，如果你会抱他妈、抱自己的爸爸妈妈，他们会觉得哎很窝心的。OK， 所以抱的意思就是。告诉他们，他们是被爱的。第二点呢，第二个经文我让你们明白的就是呢，刚才我讲了用公义和恩典呢去拥抱我们的孩子和绝望的人。然后第二呢，就是培养孩子或者是绝望的人呢，对神的事物呢
产生一种的兴趣，很重要。好，我们来看另一组经文呢，是记载在列王记上的17到19，这个也是一个发生在阁楼里面的一个事情。这个阁楼里面呢，我们一起来读啊，一二三，这些事以后呢，那夫人就是那个家庭的主人的儿子病了，那么他的病情怎么样？十分严重，以致呼吸就怎么样停止了。那么于是夫人就对以利亚说，神人啊，我跟你有什么关系呢？你竟到我这里来，使耶和华想起我的罪孽，杀死我的儿子。你看到吗？很多时候我们发生很糟糕的事情，我们第一件事情想到就是我们被 punish， 我们被神 punish， 我们被神审判。所以以利亚对他说，把你的儿子交给我吧。以利亚就从他的怀中把孩子接过来，抱到自己的所住的楼上去，就是 in the upper room， OK， 放在自己的怎么样那里床上，不是床啊，床上， OK， 我整天读床都搞不清楚，床上。然后呢，以利亚就怎么样，三次俯伏在孩子的身上，向耶和华呼求说，耶和华我的神，求你恢复这孩子的生命吧。耶和华垂听了以利亚的话，孩子的生命果然怎么样，恢复，活过来了。以利亚就把孩子抱起来，从楼上下到屋子里去，把孩子交给他的母亲。以利亚说，看，你的儿子活了。 OK， 在这个事情里面呢，在这件事情当中，以利亚因病呢使到一个去世的小男孩复活。所以我们再看刚才保罗怎么样使油推骨复活呢？抱，这还有领圣餐嘛，对不对？ OK， 所以是以公义的以恩典和公义来拥抱我们的孩子， OK， 或者是绝望的人。那么从这件事情上，那么以利亚又做了什么事情使到这个孩子复活呢？他做了什么事情？看啊，因为太长吧，你想啊， OK， 他把抱到自己的所住的楼上去，对不对？放在自己的床上，然后呢，三次附在孩子的身上， OK， 然后就，所以以利亚就附在这个孩子的身上。啊，你不要有样学样的，去到医院了探访的时候，不用来，我附在你身上，不是这个意思啊，你不要有样学样，这个是以利亚，不要说，哎，我们牧师教导你生病了，放在床上，病床上来，我附在你身上，这样等一下你就变神棍了。啊，很多神棍的教导是这样出来的，这样，那有经有典的哈，有说出来的哈，不是我讲的哈，那你看圣经讲了，要附在你身上，不是我要附的，是神要我附的，不是这样的。其实它一个属灵的意义，就是让神的恩膏夹在我们的中间，明白吗？让神的恩膏，让神的 anointing 夹在那些绝望或者是失望或者是我们的孩子的身上，可以吗？所以神的恩膏很重要，所以你要来到这里，你要感受到神的恩膏。刚才你敬拜上面有没有感受到神的恩膏？哇，刚才我领圣餐，我感受到神的恩膏哦。所以我看到那个字眼哦，虽然这个 PPT 很熟悉，这是 Pastor Alan 的 PPT， 很熟悉。他讲到揭开，我们每天讲掰开，你看到吗？我们说掰开的身体，揭开是什么叫揭开呢？是当你要看到一个宝物的时候，当你揭开的那一刹那，哇，那个场景哦，就是当你领圣餐的时候，你在揭开，你明白吗？你揭开，你看到什么？看到你的健康，你揭开，你看到你的医治，你揭开，看到神给你的丰盛，你揭开，看到神给你的祝福，你揭开，看到神给你的恢复。当你领圣餐的时候，你揭开，阿叔揭开，看到神给他的美好的睡眠。虽然隔壁那个还是这样大声，但是我仍然要揭开，让我能够好睡，他一睡到天明。所以这个就是领圣餐，所以这个就是 anointing。 当你来这个教会的时候，你必须要有一个概念，说主啊，今天你要对我说什么话，很重要的啊，你不要为了应酬谁而来。你说主啊，今天来到这里，你要我领受什么啊？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以利亚就把这个男孩子放在自己的床上，然后把身体扶在他身上，那么这个孩子就从死里复活了。所以意味着什么？神的恩膏，要常常把神的恩膏夹在我们跟孩子的中间，或者是我们跟伤心忧伤绝望的人，常常要跟他们在一起，让他们带进神的恩膏里面。所以有些时候，当我们去载我们的孩子放学什么都好，
我们放一些基督教的音乐诗歌赞美诗歌或者是听到，所以你坐我的车我就常常会播放我们 Pastor Bin 的这个信息，常常给他们听。我说你坐我的车说爸你听不闲的吗你的男神讲话，因为他怕他们是讲男神，我们是不见我什么男神，这个是爸爸所仰慕的一个牧师，明男神就男神啊，怎么仰慕的牧师？对他们来说，他们的定义是我把 Pastor Prince 当成是我的男神，你明白意思吗？所以我说啊，爸，你又听你的男神讲话，所以就算你听不闲了没？我说我不是听，他就问我你是听他的声音有磁性的还是？我说不是声音啦，我就是听他里面的内容。OK， 所以我会一直你不一直你不去听啊、哦，我放一个 brand 在那边听。所以弟兄姊妹，我要让你明白哈、哦，所以可能你会说啊，牧师啊，我的孩子不喜欢来教会，哦，所以他常常缺席。弟兄姊妹，我要让你明白哦，做父母的，我们必须要有发挥我们的领导和权威。如果今天你的孩子还在你的管制之下，哦，你还在供养他，你还在供他，那他就有这个。你就有这个义务呢来发挥你的影响力、哦、把他们带来这个教会，你一定要让他一定要让他们来到教会养成这个所谓的来教会的习惯，让他们尝尝这个主恩的滋味。你不要担心他们不高兴了，他们会不高兴，但是过后我告诉你他们会感激你的。你还记得我们周国杰牧师来我们教会讲到他讲他女儿吗？还记得吗？他说他们一起去菲律宾布道会，然后他女儿上台讲，其实我从小就很讨厌我父亲的。哇，他吓了一跳，怎么会讨厌我？原来他从小他要去哪里他父亲都不给啊，参这个朋友他父亲也不给，要外出也不给，但是现在我很爱我的父亲，因为我感谢我的父亲在过去他的拦阻呢使我没有走那一条的歪路，因为他看到他以前所参的朋友，他说不是离婚了就是什么就是单亲啊，是什么样的就是堕落啦、啊、吸毒啊什么，就是我们做父母的，我让他明白教养孩童呢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我们不能够说责任、啊、是应该是荣幸来的，好不好？好，我们来看箴言。箴言哦，好，这样子。箴言22章第6节，1、2、3，我们一起来读。教养孩童呢，使他们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也不怎么样偏离。所以教养哦，这里告诉我们，其实你会发现吗？当孩子跟着父母同学讲话一些脏话的时候，突然间讲脏话的时候，你会发现为什么你会讲的，为什么？因为他们掺在那边一起， OK， 所以就这样被教养。教养是什么？其实他这个教养的意思呢，原文的意思叫品尝，你给他 desa、啊、给他 吃东西、啊、你怎样教。所以 我要告诉父母的，无论你有做你没有做的事情呢，其实你都在教养他， OK。 如果你不带他来教会的话，那么你就在教养他上帝不重要， OK。考试比较重要，所以考试期间不要来教会，好好温习功课。但是你忘记了一个原则，什么原则呢？敬畏耶和华就是什么？知识的开端。所以你应该那个次序应该你不能够本末倒置的，你应该把那个次序调好回来，让他们先来教会敬拜神，然后他们就有智慧和聪明的去应付他们的这个考试。这个才是我们做父母所应该要教养。其实我发现到很多我们做父母的，我们很难跟我们孩子 say no 的，对吗？因为我们需要爱的教育。我告诉你，因为你孩子没有从你身上听到不可以，所以他们很难对他们的同学他们的朋友说不可以，因为他没有说出这个不可以的力量在他们的口中，因为没有从父母那边领受到这个权威，你懂我意思吗？因为父母 always say yes yes OK、啊、所以当朋友讲什么的时候，哦 ，yes， OK， 我们去可以，你知道吗？外面的世界都会给我们孩子定义说 say no 的。你去看戏哦，你没看到 PG-13，对吗？你没有看到那些戏院里面他们会有一个告示牌的啊，这个这套戏什么年龄层可以看，什么年龄层不可以看，对吗？连外面的世界都会来这样区分。那么做父母的，为什么你不能够来做一个区分，在我们的孩子的整个的成长过程里面呢？对他们说不可以是没问题的哦。所以弟兄姊妹，我真的要让你明白啊，别丢下神给我们的责任，不是责任而已，它是一种荣幸啊。神让你教育教养子女的一个荣幸，当神给你孩子的时候，就好像当神给 Wendy 有一个怀孕 baby 的时候呢，表示什么？表示神信任 Wendy 跟 Ivan 呢必会怎么样啊？
赋予权力呢去培养他们的下一代。当我在预备的时候，神真的啊，你看我在讲到那油推谷，我们以恩典拥抱之后，哎，我们前几天来经历，所以我这几天我在预备的时候，我说神你对我们真好，阿门。那个这个信息来的恰是时候，恰是那个timing很准确，啊，这神要在我们当中，他做一个恢复的工作。上帝的恩膏在我们的当中， Amen。 就好像这个以利亚一样，当神的恩膏伏在他跟孩子的身上的时候呢，这个孩子就怎么样经历一个复活的生命。好，最后一点我们就结束了。第三，把神放在第一位，让神的安息来引导我们。 OK， 我特别要对父母，你们所有你们有孩子的父母，我要对你们说，把神放在第一位，让神的安息呢引导你的孩子。或者我对那些绝望的人来说，失望的人来说，因为死亡是一个绝望，对不对？第三个例子，等会我看还有一个死亡的例子，死亡代表一个绝望。但是这里我告诉我们，当我们把神放在第一位的时候，当我们把神放在让他的安息来引导我们的时候，我们会经历一个突破的。OK， 我们来看列王记下另外一个在阁楼上所发生的一些事情。列王记下的4:10-11，他说这是有一对夫妇呢，他们就彼此讨论了。他说让我们盖一间有墙的小阁， OK， 也是一个阁楼，为他在里面摆设这个睡床、桌子、椅子跟灯盏，他到我们这里来的时候呢，就可以在那里怎么样休息。有一天呢，伊丽莎来到那里，就上了小阁休息，在那里躺下。这里经文在描述有一对夫妇呢，因为刚才那个是伊利亚，对不对？现在这个是伊丽莎，另外一个故事了。那么伊丽莎常常经过那个地方，所以这对夫妇就说，哎，我们商量一下，我们在楼上呢隔一个小房间给这位神的神人先知伊丽莎，好让他经过这里的时候，他可以上去我们所为他预备的这个阁楼里面呢，他好好的休息。 OK， 这个是他们的一个心意。然后呢15:17呢，他就说啊，我们接下来看15:17。 OK， 15:17，于是呢伊丽莎对他说，再叫他来，他就再去叫他来，他就站在门口。伊丽莎说，明年这个时分呢，时候到了，你必怀抱一个儿子。他说，神人啊，你不要欺哄你的婢女。这妇人果然怀了孕了，到明年这个时分，时候到了，他就生了一个儿子，正如伊丽莎对他说的。所以在这个15:10，因为他们为了伊丽莎预备很好，对不对？预备一间阁楼。然后伊丽莎就吩咐他的仆人，哎，你叫那个女人来。然后那个仆人就叫那个女人来到伊丽莎面前。伊丽莎说，明年这个时候呢，你要生一个儿子。这个妇人就说，你不要欺哄我吧，神的那先知，你不要欺哄我，我怎么样会有孩子呢？因为我们结婚这么多年都没有孩子，他们活在一个绝望的里面。但是伊丽莎说，明年这个时候呢，你必会有一个儿子。那么他确实是生了这个儿子。好，我们接下来再看19:21。然后有一天呢，这个孩子慢慢长大了，然后他就对他的父亲说，我的头啊，我的头啊。他的父亲对仆人说，赶快呢把他抱到他母亲那里去。于是呢仆人就把他抱着送到他母亲那里，孩子坐在他的母亲的双膝下，到中午就怎么样死了。那么他把孩子抱去哪里？小阁，放在神人的床上，把他关在里面就出去了。所以有一天这个孩子长大了，长大到一个地步呢，突然间这个孩子可能跟他父亲在一起，他对他父亲说，爸爸爸爸爸爸，我的头好痛，我的头好痛。他爸爸就说，赶快赶快把他带去他妈妈那边。那么这个仆人把他带到妈妈那边的时候呢，过不久呢，这个小孩子呢，这个青年人，这个年轻，我不晓得几岁，圣经没有说，哦，但是我们觉得是个小男孩，他就怎么样就这样死在他妈妈的这个双膝上。那么他妈妈做了一件事情呢，就是把这个孩子呢抱上去这个伊丽莎的阁楼，然后放在伊丽莎的
床上，然后他就把门，他就把他关在里面，他就出去了。然后他出去了，接下来我们再看这个32到35节，伊丽莎就来到苏念妇人的家，看见儿子已经死了，躺在他的床上，于是进去，把自己和孩子二人关在门内，然后向耶和华祷告。他又上床附在孩子的身上，使自己的口对着孩子的口，自己的眼对着孩子的眼，自己的手放在孩子的手上，他伏在孩子的身上，孩子的身体的体温就怎么样，身体就渐渐温暖起来。然后他下来在房内潇洒走一回，不是来回走一趟，走了一趟再上去附在孩子的身上，那孩子打了七个喷嚏，跟着就张开了眼睛。在这个三个例子里面 ，OK， 伊丽莎，在这个第三个例子，刚才讲了，伊丽莎为这个不孕的夫妇呢，预言他们为孩子，但是不久这个孩子死了，那母亲就很伤心哦，去做了。但是你知道吗？这个母亲伤心哦，她做了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孩子死了。如果你再回去看这个22、23、24节，她把这个孩子哦放在伊丽莎的小房间里面，然后放在伊丽莎的床上，然后他做了一件事情。OK， 我们再倒回来呀。第一件是保罗使油推骨复活，保罗用什么方式使他复活？保罗还有领圣餐。然后伊丽莎如何使伊利亚如何使那个孩子复活？油水包敷在他的身上，然后让神的恩膏跟那个孩子。这个中间那个孩子就怎么样复活了。 OK， 现在伊丽莎怎样使这个孩子复活呢？当然首要的，我觉得首要的，我们做父母的，你一定你要懂得一件事情，这个父母亲哦，他把这孩子放在阁楼。 OK， 我说阁楼是什么地方啊？充满神话语，这个就是阁楼，把你绝望的事情带来这边。 我告诉你，教会将是一个让你经历神迹的地方，教会将是一个让你经历奇妙的地方。我说阁楼点名意思就是代表教会。 OK， 母亲把孩子放在阁楼，然后呢她放在伊丽莎的哪里？床上。床是用来什么的？上厕所了吗？休息的。 OK， 这给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定义，遇到任何事情不要慌张。你看啊，保罗，你看我带回去保罗那个油推骨的，当这个油推骨死了之后，保罗第一句话说，你们不要惊慌哦。你看到吗？你看保罗常常活在安息里面，你们不要惊慌，他还活着，他还活着。哎，圣经说他已经死了，但是保罗说你们不要惊慌。 OK， 不要惊慌的反义是什么？安定啦，对吗？平静啦。惊慌是且讲吗？但是当你不要惊慌的时候，你就安定。所以这个母亲呢，她把孩子放在伊丽莎的床上，代表什么？安息。过后你告诉你一个安息的人哦，你看他走，他去找伊丽莎的过程里面，人家问他，哎，发生什么事情？怎么人家匆忙？他说，伯叔，平安，没事，平安，没事，平安。你看他，一个真正安息的人，他永远活在神的平安里面。阿们。你回去看啊，今天我不要解释那个哦，其实那个也是可以讲到另外一篇信息的。当你安息的时候，你真的能够活出一个平安的生命。然后，伊丽莎就做了一件事情。OK， 他就把自己口对着孩子的口，自己的眼对着孩子的眼，然后手自己的手对着孩子的手，敷在孩子的身上。我们要做示范吗？这个做不了示范，这个示范的话，就到上来做示范，我们就不可能，对不对？那个事情是啊，这个是很特殊的情况。OK。你们不要拿这个经文啊，你们去做示范啊！啊，修理这什么事情？哦，我们大错了 ，OK， 不可以这样的。但是它这个属灵的意义的 ，OK， 它这个是有属灵的意义的。
当然我不是说 我不要 在这方面停留，我的意思是说，当我们学习把孩子放在安息的地位里面的时候，我们看到神工作。我发觉到很多父母，做父母的，我们过度保护和过度担心我们的孩子，因为这种过度的保护和担心呢，会积压他们呢，会让他们窒息。我发现很多时候，当我们去 supermarket 在广场走，我发现很多小孩子，他们蛮，我说你像可爱吗？真的很可爱，打扮到真的好像 Hello Kitty 一样。你说他愿意吗？他不愿意，因为他妈妈喜欢 Hello Kitty， 所以他就生了一个 Hello Kitty。所以我发现到最好的方式呢，很多时候，当然我们的意思说我们想成为孩子们生命的中心，不，弟兄姐妹，让耶稣成为他们生命的中心，好没？这并不意味着你不爱他，你不负责任，你还是爱啊。我们为我们的孩子，为那些需要的人做我们需要做的，但是不要让他成为我们的中心舞台 ，OK？ 那个 stage 啊，不是属于你的，那个 stage 是属于耶稣基督的，可以吗？我再说哦，不要让你的孩子的中心舞台属于你，那个中心舞台不是属于你的，那个中心舞台是属于耶稣基督的。主耶稣是我们的牧者，主耶稣也是他们的牧者，可以吗？主耶稣怎样引领你走过死荫的幽谷，同样的，主耶稣也一样的引领他们走过死荫的幽谷。同样的，主的杖、主的杆如何的安慰我们，同样的也如何安慰他们。怎样在我们敌人面前，主耶稣为我们摆设宴席，同样的，主耶稣也会在他们的敌人面前为他们摆设宴席。主耶稣用油膏了我们的头，使我们福杯满溢。同样的，主耶稣也用油膏了我们孩子的头，使他们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的孩子呢？他如果他耶和华是他的牧者的话呢？他们一生一世也必有恩惠慈爱随着他们。阿们。我们要这样看。当我们这样看的时候，所以无论我们对孩子有什么样的顾虑担忧，神都希望你把他交在他的手中，可以吗？就好像这个妇人一样，他把孩子呢？交在神人以利沙的手中一样，把它放在以利沙的这个床上，让安息来主导这个孩子的一生。所以三个例子当中，弟兄姐妹，我们要看到人在阁楼里面的复活。我们首先要考虑到把他们带来教会，因为这个就是阁楼。阿们。那么我们真的期盼一些绝望的事情，或者是你孩子的生活中死去的事情呢，能够再被复活起来，阿们。所以，当我们被栽种在神家里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经历复兴、健康、强壮，甚至年长的也会结果子的，阿们。你不要说，哎呀，我老了啦，什么都不能做了。你问阿叔看，榴莲树越老越好吃的，榴莲树的果子越老，那个树林越老啊，它所结的果子是越好吃的，所以。如果你们年长，你怎么觉得 年长你们做不了什么？不，我觉得你们有的经历呢，是我们年轻一代没有的，或我们这一个年代没有的。OK， 所以世界可能给我们一幅失败的图画、失败的图像，但是我真的期望我们教会现在每一个人，你真的期望说，在这个阁楼里面，我们期盼有一个伟大的事情会发生在我们生命里面。阿门。我们一起起立好不好？我们一起手牵着手。今天牧师讲了三点啊。第一点呢，就是说到什么呢？第一点就说到用神的公义和恩典呢，来彼此拥抱。OK， 然后呢，培养我们对神的一个的事物呢产生兴趣。然后呢，最后一点呢，把神放在第一位。让神的安息的节奏呢，来引导我们的生命，阿们。主耶稣在这里，每一个双手，他们手牵着手的时候，他在预表说，我们在这个阁楼里面，我们要经历一个复兴；我们要在这个阁楼里面，我们要经历一个突破；我们要在这个阁楼里面被神你的安息来引导；我们要在这个阁楼里面，让神你的恩膏附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所面对的任何人事物都在主你的恩膏里面。主啊，让我们在这个阁楼里面，让我们能够彼此以主的恩典来拥抱，来饶恕，来行事，
让我们知道在阁楼里面没有一个人是被定罪的，没有一个人是被控告的，没有一个人他是活在一个气节的里面，因为有那无罪的代替有罪的了，使我们永远在神里面被称为义。我们是被接的，我们在这个阁楼里面，我们是被接纳，我们是被爱的。主耶稣，当我们被爱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得到改变。很多时候我们带着重大的一个愿望，说我们想改变这个世界，但是发现这个世界很难改变。我们就说，哦，我们要改变我们的国家，但是也发现到这个国家我们也很难去改变。我们说，哎呀，我们来改变我们的社区，最后也发现到我们的社区也很难被我们的影响来改变。到最后我们觉得最容易最简单的，我们改变我们的家吧，然后在最后绝望发现到连我们的家我们也改变不了。到最后我们发现到真正需要改变的是我们自己，是我们对神的那种的意念。主，你帮助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完美，我们每一个人都缺陷，但是在十字架上你为我们成就了一切。主，你帮助我们，感谢主耶稣，谢谢你的恩典，你的带领。主，我们知道没有一个人在你面前被接纳若不是耶稣接纳我们，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都是被神所接纳，因为我们被耶稣宝血重价所买赎回来。主耶稣已经在我们的前面呢行走，所以天父再不看见我们的软弱，而是看到耶稣的完美在我们的身上。感谢耶稣，主，你帮助我们，真的让我们在失败中，在过犯中，在忧郁中，让我们再次爬起来。你带领我们，我们需要你，主耶稣，我们真的需要你。感谢主，愿天父的慈爱，耶稣基督的恩惠，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让我们从这个礼拜开始，让我们常常用恩典的拥抱还有公义的身份来鼓励那些软弱的人，也让我们常常跟他们在一起是在神的恩膏之间，常常把神的话带领给他们，也让我们常常把神放在我们生命的首位，然后放在安息里面，让神的安息的节奏来引导我们的一生。感谢主，愿天父的慈爱，耶稣基督的恩惠，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一起说，愿上帝祝福你们。